祖先讨厌出家人，回谤出家人，人家煮斋饭要给出家人，他把他倒掉，他们过去七佛就下地狱了。前一个佛终于脱离地狱做咽口鬼，然后从前一个佛等到现在释迦牟尼佛终于有一个子孙出家做三宝弟子做功德，他们当然要跟你要，但是因为三宝保护的他们进不了精舍，竹林精舍，所以叫墙外精，所以他晚上找你啊。所以各位，你每天这样做他就不会找你了啊，因为冤亲债主就是你的亲人嘛。所以那佛陀就教他怎么做，用这个水念这个功德回向记，结果一念他就看到，哇，那些亲戚朋友就喝这个水变成天人的身，吃他的饭分子发光，穿他布施袈裟的功德，穿黄金的衣服，得到他盖出家人的房子，马上升天，哇，好高兴，所以就留到今天。所以南传佛教都会念，只要做完功德啊，供养完就马上一杯水倒出去，然后这个水也变成甘露水，布施给众生了。好，所以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墙缘即路住无边处所，是吧？墙啊，石头边啊，再远的路啊，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那各位，你到外面倒，你要观想这个水不是一滴一滴哦，像大雨的水由天降降下来，然后终必会滴出，一定得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很深的地方，就累积累是冤亲债主。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也把我们的功德透过水布施，这个福报功德也可以利益那些恶鬼道，当地的花草树木啊，各种鬼神啊，犹如满溢流得便于大海。你在家里也可以拿一个杯子倒倒倒倒倒倒，杯子满出来啊，满出来就像流到大海了。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那我这边要准备一个杯子，我来做示范。那各位以后你可以买啊，买到泰国缅甸很多，这样他们有一个瓶子，然后底下一个盘子，那这边就倒倒倒倒满，然后还会满出来，那你这样就观想，然后你倒完以后再拿到外面去倒。好，我们用念的还用唱的，大家来开始。你拿着瓶子哦，不要倒在这里面哦，拿外面啊，先不要倒，我先倒就好了，大家的功德都在里面啦。然后他就倒到三恶道了，倒到每个地方了。来，一起念：墙缘即路左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出。如此之不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便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第二个偈颂，你拿了水观想，你变成观音菩萨，这个水是由你的智慧空性流出来的甘露，那些所有恶鬼道痛苦都没有了，他们得到了内心的空性极静，就升天升净土了，然后愿他们超度。唵嘛呢叭咪吽，念一下：自己圣者观世音，收降本质甘露流，恶鬼即可诸苦灭，愿即极尽俱福乐。唵嘛呢叭咪吽。各位今天在这边念了，校长要跟各位谢谢谢谢，这个学校变成很吉祥，凡是进来这个学校，特别这个礼堂的所有学生啊，都会得到我们的功德。好，所以你在哪里布施功德，那个功德永远都存在，只要你回向了，一直到你成佛，功德一点都不会散失掉。所以佛陀要我们这样来回向，开咽喉咒，也希望所有恶鬼不再喷火了。来，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那耶多耶，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那耶多耶，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那耶多耶。再念一遍，甘露水，整个大河大海江水都变成白牛奶一样，他们喝即解脱，当下升天。来，那么娑罗波耶丹那耶多耶达智他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供水记，以后各位要喝水，拿一瓶水一定要念，就算喝的水更要念，水加过池了，变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来供养十方众生
然后呢一点出去，众生的恶业洗干净了，六道众生都得到清凉自在。嗡阿吽，所以等一下念嗡阿吽，各位点一滴水出去，好不好？好，念一下：谁有八德供养十方，浊诸恶业，六道清凉。点一滴出去，嗡阿吽，每天都念，那你就把所有的水化成无量无边的功德。这里面有六个，你念其中一个就不得了了。何况你六个都念，念念几天你就把它背下来了。那你天天都要喝水，天天都念一遍，天天都布施，那你每天喝好几杯水，那你做好比功德。佛陀说，供一杯水在佛前洒出去，八万四千个鬼升天。一杯水，佛陀说，供一杯水在佛前洒出去，回向给被吃掉的海鲜水产，一年之内整个马来西亚被吃掉的海鲜水产得到超度。各位你一定要相信佛的力量，那佛的力量可以透过水来帮助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供一杯水，供一杯水，然后你喝下去乃至拿来洗澡消除，你等于念了一百万遍消业障。那供一杯水布施，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咒，供水会发财的。所以佛陀很喜欢叫我们用水，因为佛陀的时代很多有钱人在供养佛，那那些穷人跑来问佛陀说，我们这么穷，我们要用什么供呢？人家供那么多，佛陀说用水就好，用水，八杯水啊，十杯水，你再有一点供一百杯水，然后有一些自己喝，有些布施，然后你就改变命运了。所以水可以成就这么多的功德。那我们最后还要做一个功德，那就是说刚刚我们上师他们各地方来吧，然后来为我们诵经，也来加持今天法会，然后能够以平等心供养出家人的功德最大了。那特别各位要超度祖先啊，现世者生病好啊，供佛斋生啊，然后如果你愿意供养，你就放在那个桌子，放在那个桌子，等一下他们分配给我们六七位上师啊，然后呢因为他们从远地来，经典说从远地来的，他们生活比较不方便，哎，那我们能够供养那是我们的福报，然后让特别祖先啊能够有共生的功德。所以你等一下你供养啊，你要观想我替我爸爸妈妈，替往生阿公阿嬷，替堕胎的胎儿供养的，不是六七个出家人，是整个世界的三宝出家人，你要用这样心去观想，钱多少都没关系。那等一下你们供养完，义工菩萨会分配好七包，然后呢供养他们上师啊，然后希望呢他们就更认真了，他们也更感恩了，大家更精进了。好，那各位如果要供养，还有一点，等一下我们供养完，我们就要出去回向啊，把今天的功德再一次回向消灾拔度。不过我在这边讲，希望大家这几天有经过买一些素食食物来啊，面包啊，馒头啊，什么油炸粿啊，最好吃的给它放下去，然后加牛奶啊，然后让它烧个七天七夜，好不好啊？让大家这一辈子的业障统统改变啊，消除也替妈妈做，妈妈生病替她买两个馒头来，两个面包来，那个饼干来，饼干里面如果有加牛奶加蛋没关系。啊，你就观想那些牛超度了，这样就好啊。那你买有蛋的饼干没蛋，你也不用执着了。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你吃素就不吃了，但是就布施给他们。你要整个白饭用白米都可以，反正就让它烟冒久一点那最好了。生病人买一些药草，胃病人买胃的药草。那你就这七天之内最好来，但是塑胶的东西不要放下去，然后不要让它烧掉了。就是加牛奶，晚上他们回去就加点牛奶，然后冒到明天，明天再给他加食物啊，这样就圆满了。好，我们要念共生记，然后今天法会圆满了，各位记得一人拿一朵花回家，好不好？家里一定有人没来参加，他拿这个花吸一口，他得到今天所有的功德，这慈悲了啊。然后也隔壁也吸一吸，那如果有水果，像这三桌，各位要一人拿一个食物回家给家里人吃，他得到今天的功德，用吃让他得到，用花让他吸到，用水让他喝到，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他，希望他得到今天法会的功德。
然后希望以后大家自己多做烟供乃至水米，这不用出家人了，有悲心嗡阿哄就够了，然后你就念嗡嘛呢呗咪吽，念观音菩萨啊，或点点烟供，这样最好了。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文殊菩萨过去很喜欢吃肉，而且不但如此，怀孕五个月还把那个小孩子拿掉死了。小孩子五个月拿出还跟小孩子的样子来啊，然后把他弄死了，那这还得了啊？后来佛跟他讲了啊，他真实的忏悔啊，所以现在成为文殊菩萨啊。你有了信心，了解了过去怎么样不重要，现在这一秒跟未来你要怎么样才重要啊。所以你一直活在过去，那你又不去做善事，那就没意义了。所以大乘的经典很喜欢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如果你不放下屠刀啊，你故意哎，我明天还要继续这样，我后天还要继续这样，你业都消不了。如果你有一个决心，对法师讲了不应该吃肉啊，我今天发愿尽未来尽一直到成佛都不再吃众生肉，这个叫放下屠刀了，整个身体都改变了，整个命运都改变了啊！改变了以后还把可以把这个功德给爸爸妈妈给祖先，这个就是一个学佛的一个定律啊！所以利用今天把学佛的重点跟各位再讲一次，大家把它意念好。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对三宝永恒不变的信心啊。第二个对自己要升起惭愧心啊！我自己呢，哎呀，不圆满，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啊，所以不太相信自己了。既然对三宝有信心，我就要降服我慢，所以我有一个深深的惭愧心。就像各位穿个海青，这个叫惭愧服啊，有惭愧心，所以不要跟人家争争大争小啊。世界众生的痛苦都是我的责任，我没做好，所以有惭愧心。啊，第三个呢，要升起报恩的心，众生都是我的爸爸妈妈啊，所以所有的众生都对我有恩，所以从今天开始不会去恨人。你伤害我，你一定也做过我的爸爸妈妈啊，我现在只忙着报恩而已，一只猫一只狗都是我报恩的对象，所以要升起对众生的报恩心。所以前面这三个心比较好记，来背一下：对自己有惭愧心，对三宝有信心，对众生有报恩心啊！那你随时要意念这三句话，告诉你自己：佛教的修行是要用你的思想引导你的行为，你的念头不要被你的习惯性卡住了啊！我的习惯性是骂人。但是我现在我在修行了，保持正念，我的习惯性要告诉我要称赞他而不是骂他，那你就要开始一直这样修行啊，习惯这样做，平常打坐也要这样观想，我在称赞他，我一直称赞他，然后碰到他也尽量这么做，所以你就把骂人的习惯改成称赞了，因为你终于有在修行，不可能马上改变，但是会一步一步终于就到了那个阶段。那如果你不想练习就是不想修行，那你永远原地踏步，业障一来还会掉下去的。